谢谢。天勇的心脏捐给谁了？ 还没走啊？刚办完手续，等部队车过来，先把他拎接送回去了。会有追悼会吗？组织在安排。葬在哪儿？烈士陵园，跟罗亮做个伴吧。 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对不起，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。器官捐赠必须在双盲的原则下进行，共受双方都不能知道对方的身份。是卓美琴吗？我看见他们两个一起推进的手术室。 我只能说，今天是我第一次因为一代手术的成功，反而更加难受。辛苦了，夏医生。 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